次的婚礼吗？仲书一计，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石彦先生为妻？无论生老病死、贫穷富贵，都与彼此相伴不离，永远忠诚，永远体贴，永远尊敬、呵护对方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见笑了，各位。石彦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成为郑书意女士的丈夫？无论生老病死、贫穷富贵，都与彼此相伴不离，永远忠诚，永远体贴，永远尊敬，呵护对方吗？我愿意。小舅舅小舅妈新婚快乐。石燕啊，那我们就把意义交给你了，放心吧。爸爸注意安全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走吧。拜拜拜拜。你走了，拜拜。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。今天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原本想在这儿告诉你的一件事，第一次遇见你是第八届新闻颁奖典礼。也许我们都曾善良的心被勇敢的孤寂释放后重聚，不问尽头在哪里，不问这缘分到底意义。